吃点东西好不好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知道，人难过的时候呢，就是不想吃东西。以为这样，让身体难受了，心里就能舒坦些。但我见着你饿，我也吃不下饭；看见你不高兴。 我也不开心，我不想看着你一个人，我就在你身边待会儿，可以吗？元一先生跟我说了，主上这么做是舍弃你。 平息大家的冤屈，这件事情你没有错，所以不用自责。但如果心里实在难受，你哭吧，我看不见。